我一天8个小时搞哈密瓜呢，别说混着人做米粉了。你说，你嫂子说你是混着人做米粉了？那人家喜欢吃，我会做，我们都不做吧？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在房子我说让一木炒个米粉，永远没有炒出来过这样子浓香酱香的。牙口子一动，就这个设备都能炒出来这么牛逼的炒米粉。年轻真好，这好像是泰仔辣是吧？啊，泰仔辣。地头上能吃上炒米粉，我就我弟弟在。太攒劲了，你看满满一碗都吃完了。你要愿意，一木我跟你说，给你做上一下午在这，我一箱子米粉呢，这一箱都给他递过去。昨天让他送了2箱米粉，一箱的一半已经让一木给那些小姐姐做完了。哈哈，太猛了，真正的。喜欢吃什么辣就拿什么辣。这米粉是四种味，这个是爆辣，最辣的。说说辣，泰仔辣，中辣、爆辣，这个你去挑战一下。上辣嘴蒙子，第二趟辣别的蒙子掉。我们的炒米粉呢，还是4包米粉4包酱，没有变过，辣度正在上涨。这么热的夏天，挑战一下火候辣的有几个？反正一木在这儿，很多人已经挑战完了。来，兄弟，这一箱子阿迪力哥哥们、拉哥哥们，好多哥哥们都有呢，让他们去挑战一趟。